好，我是地产世界陈森迪。今天呢，我来到 Shelly Canyon 来代表我国内的一个客户来看房。那之前呢，我也帮他隔空买过房。今天我来看看这栋豪宅呢，在 Shelly Canyon 最 popular 的大道上，叫做 Bloom Heron。那这条街为什么这么 popular 呢？因为这是叫做亿万富豪这条街，它这里离高尔夫球的会所也是步行距离，所以这个位置特别特别有优势啊。那我们新来到的是它的大超大的露台，这两个台阶上来，这中间这有一个这么大的露台，而且是 elevate， 也就是上升的，所以地势非常高，所以风水特别好。你也可以看到阳光非常充足。那前面有一个前院，咱们中国人很喜欢的四合院的风格。一进来这个四合院啊，中间有鲜艳的红玫瑰，然后这边呢是有客房，这边呢还有另外的客房，包括洗衣房啊，还有套卧啊，各方面都在后边，所以两边这边是对称的，还有阳台。一进来呢，这边是书房，这边是正式餐厅。这个正式客厅一看啊，就是特别的赏心悦目。为什么呢？重点是它的高挑屋顶，它是 Tuscany 加这种特色的这种屋梁啊，特别漂亮，特别与众的不同。过来就和它的早餐厅衔接，然后再 flow 过去，非常通透，就是它超级大的早台。我现在呢是在主卧的大阳台，你从这个主卧的阳台眺望出去，哇，这景色不要太美了。你看到高尔夫球场，然后在远处的那个山园，哇，那个山上那布满邻居的房产，然后晚上万家灯火，灯光闪闪，特别漂亮。你不会觉得寂寞，晚上这里还可以欣赏夜景。然后这个超级大的这个草坪，你这里还可以再加建你的游乐场啊，或者是把泳池再扩建啊，都可以。所以这个地的话，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应有尽有，你可以自己做。然后这旁边呢，一过来就可以看到这什么，就是主卧了。我身后呢就是它的超级大的 super suite master bedroom， 从这个床上你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，不仅是球场风景、山原风景，还可以看到晚上的夜景。绕过它这个 fireplace 呢，这边就是它的 retreat， 跳完出去，那这个美景真的是太美不胜收了。这主卧的浴室啊，真的就像一个大的房间一样的。这里除了有它的 closet space， 这里还有超级大的 shower。从浴缸望出去，这个景色，哎呀，实在太美了，就像油画一样。你有没有看到意大利的 Tuscany 的那种油画？这就是。我想给大家重点介绍的是这个后面的高尔夫球场，超级大的宽草坪，然后一望下去没有任何的阻碍，你可以看到下面的练习场，然后这里一直延伸过去就是它的球场。这高尔夫球场叫做 Shelly Canyon Golf Club， 不仅仅是南加，而且是全美的五星级高尔夫球场。在这个里面的会员基本上是非富即贵的，而且包括 Tiger Woods 啊、Phil Mickelson 啊，都是这里的会员，也可以说是全美最好的球场。那正对着这个房产的后院呢，就是它的练习场 Driving Range。所以这栋房产的话，1118万，这个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了，而且这个风景那是绝对是无敌的。